a cloudy day, stuck in a traffic jam. Swamped on a busy street, now it's feeling like a clam. Already on the edge.检查，是体检的其中的一个项目。因为上次他吃了一块披萨之后，就引发了肠胃炎，一直咳嗽。可能是因为以前的饮食作息习惯不是很规律，所以导致肠胃现在会有一些敏感。所以呢，今年做体检的时候，就顺便就把肠胃做一个检查。那里面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只能由做检查的人进去，陪伴的人是不能进去的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车里这边等他。然后完了带了一些吃的东西，他
他做完检查出来之后就可以先吃点东西，因为现在已经是9:30了，在做这个检查之前是不让他喝水也不让他吃任何东西的。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下吧，等他出来吧。然后你看今天我穿了我的新的 T 恤，老虎 T， 好可爱的。这 T 恤实际上是在淘宝上面买了然后集运过来的，还好就是买的比较大，现在以前很多衣服基本上都穿不进去了。早上我穿了一下我以前一条比较喜欢的连衣裙，发现小了，就勒得比较紧了。去年穿的时候还比较大，今年穿已经是勒得很紧很紧瘦的比显得高啊。有一点点淡淡的味道。你那菜都烤焦了，你给我一条菜呢？我六哥来点土豆泥还差不多。可以啊。40/20的水，这一瓶是33/20，也就是说我要喝一瓶还要多一点，还不能吃东西。现在我已经喝了33.8盎司，再加350毫升左右的水，肚子胀的，跟个球一样。然后要憋尿，憋尿要憋1.5小时，然后才能做检查，而且还不能吃早餐。喝水吧，那进去医生就跟我说了，就是不需要尿尿，不需要憋尿，让我把它给排空了。所以你看白喝那么多水，还胀了1.5小时，憋得我不行了。
尿了两大包才尿完。嗯，检查的时候宝宝很活跃，嗯，挺好的，一直在动，好可爱。之后脚胖了好多，以前36码半的脚，现在要穿37码。它的皮质是很软的这种，然后这边呢可以踩脚的，就是这样子穿，可以当拖鞋一样子的穿。然后我喜欢这个地方的这个设计，比原先我在店里试的那一双看起来要细节感更多一些。会去吃那个，就是那个五季。别像他们这种，然后就是应该要做成像他这样。嗯。炖牛排骨。嗯。是那个，尤其它背后是高酷 reveal， 就是最新建的一个30号，你知道的。对，然后呢 ？Thank you。哇，好香啊！黑芝麻的，你以为你就要吃的？嗯，好吃。还有我妈就说：“哦，那就逼逼叨叨，什么没完没了了，那不能让我妈看见。”这给小宝宝的奖励，小宝宝今天做检查很乖。表现很棒。我觉得我犯花招。知道你说那个汤 house 是吧？晚上又买了奶茶，喝想喝奶茶。
是有点在肉眼的这种。今天我们就来拿苦辣椒炒个火腿肉，火腿炒鸡蛋，再炒个白菜。二厨负责炒锅吗？你这纯粹就是个炒锅而已，炒锅3000块钱一个月。这个菜两千，你知道、okay. 你知道厨师长多少钱一个月吗？鸡蛋，先翻炒一下。那你挡着我干什么？炒锅，你这边工资要扣没啦。你知道苦辣椒这种肉椒有很多维生素的。吃了小零食，就不许乱咬东西了啊！记住了啊，妹妹，你看着哥哥啊，如果哥哥犯错，你说回来要挨揍的，坐好。哎，我鱼肠。